Farmland sliced ham，农场地上的切的火腿。Arizona iced tea，亚利桑那冰茶，亚利桑那州的吧。老美这边习惯于喝冰水，这个牛奶现在比较多了。上次来的时候牛奶都空了，这次牛奶有好多次。烤咖啡，咖啡伴侣霜。看看这边是那种饼干吧。有好多都不认识，都不认识，好多都不认识，好多老墨的食品，现在好奇心大大的降低了哈，好多东西不懂就不懂了，有点越来越麻木了现在。这边是卖的西瓜。旧金山这边也没有人吃西瓜，应该很少，很少有人吃西瓜。卖的是虾，这个是。鱼片儿啊，鱼片儿就是在海边，他们切出的鱼片儿啊。我觉得这个超市的鱼肉啊什么的，好像还不算贵。鲑鱼片儿，冻好的鲑鱼片。这是海鲜吧？海鲜这边的海鲜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吧？应该也算安全吧？是在这里。根据这种状况，这个土豆是4.5一包，一包呢是5磅，5.94.5，所以是9毛钱一磅。这边散土豆是1块钱一磅。For the safety of everyone, please do not sample, smell, or handle any produce item you do not plan on purchasing. 为了安全属于每一个人，请不要 sample 样品，把它当成样品去吃什么的，估计。Smell 是闻。handle 处理任何商品，你不想 do not plan on 不想买的啊，就是你不用说，如果你不想买这个苹果，你就不要吭哧一口去尝尝味道，你也不要闻，也不要去摆弄啊。handle 是手啊，handle 是用手来回的摆弄嘛，是这意思吧？圆葱是8毛钱一磅。一磅，对，3.8。芒果是9毛钱一个，论个的。这笔钱是论盒，一盒多少钱啊？这个是7毛9一个，2根一块，1根5毛啊。椰子是2.5块。2.5一个，白椰子大的，棕色的小椰子是2块钱一个。这个 G 卡玛像大萝卜一样，是7毛钱一磅。
西瓜它的价格是5磅1美元，2磅钱1磅。Watermelon 水瓜 whole seedless or seeded，整个瓤的没有籽儿的或者有籽儿的啊，2磅钱1磅，2磅钱1磅不算贵了，是吧？我觉得不贵。这是哈密瓜吧？这个是5毛钱，这个是5毛钱1磅，这个是3磅钱1磅。哎，这个还挺新鲜哦，这个，对吧？这个还很新鲜，这个可以当成水果吃哦，这个。We have to change up our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哈密瓜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这个是新上的吧？这个是。这个好像不太新鲜。它是用什么技术把这个瓜长得这么干净呢？美国这边是，其实用大量的化肥的，我的感觉啊，这边大量的化肥去把这个瓜催大啊，这样的，还不错，不错，买一个吧，只要不烂就可以哦，买一个。这个像烂的吗？这个？好像也没啥事儿吧，一摁都软软的，这个可能不行。我买一个吧，买一个吧。哦，那个小孩坐那儿不危险吗？那个小孩坐那儿，不烂就行。哎，这个不烂，行。没有那种烂的瓣痕，没有那种烂的瓣痕。这个小孩怎么像一个华人小孩呢？但是我感觉他的父母像墨西哥人呢。Banana pop，巧克力风味的香蕉 pop，买这个吧。这个小孩，5毛7一磅香蕉，但有的老墨的超市是2毛5一磅，老墨的超市。这边这个史蒂森也是墨西哥人的超市，但是这个超市比较大的，我说的那2毛5呢，指的是小的老墨的超市。这个是5毛钱一头蒜，5毛钱一头。这个呢是2包3块钱，1包1块5。这个蒜不是特别好，也行吧。瞅着不好看，但是吃着应该差不多吧。这边是那种橙子，这边是可口可乐，这种玻璃瓶的可口可乐。玻璃瓶的有点危险啊！今天好多人排队了，这边都是饮料，这边都是人排队，这边都是水。这边是什么？不知道。这个是保鲜膜，这边应该是。这边是保鲜膜。是保鲜膜。液体香烟，液体烟，装。这个刷子，买一个。这种刷子很好用，这种刷子是刷锅刷碗的，这个特别好用，它是那种纯天然的那种棕刷，vegetable brush，这种特别好用，这种，对，这个特别好用，这个还有这种转圈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天然的，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好像不是，但是转圈的，转圈式的，这个沙子哪两个？对吧？这个比较好用，这个，因为以前好像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沙子，啊，这个比较好用。我比较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种藤刷，苍蝇拍，苍蝇拍不用了，苍蝇拍我以前买过。买过有，但是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这边的大米是，1.3块一磅吧，大约大米。哎，他怎么这么排队呢？他怎么这么排队呢？那我也到后面去排队吧。刚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顾客呢。啊，从那边绕一下吧。这边是猫粮、狗粮，这边宠物还是比较幸福吧。为什么用这么多纸扔在这儿呢？这边也没有液体啊，这边。啊，这边来看看。嗯，我的口罩竟然没换，我忘了换口罩了，我换那种口罩吧，换口罩。我怎么还戴这个黑口罩啊？对吧？嗯，我换那个口罩吧。这个黑口罩是棉的，我应该用那种医用口罩，忘了。胡子该刮了，胡子。换这个口罩了，再戴上手套。现在特别怀念没有病毒的那段时光，不用这么如临大敌，现在弄得特别加小心。我怎么又到这儿来了？我怎么又绕到这块来了？